在台北，我就会很开心。然后我好笑吗？对，大家都如果没有看过我的现场，或是只有看到弹竖琴这样的女孩，仙女嘛，是吗？大家然后看到我本人就其实还好，我其实只是傻大姐一个。Anyways。我的第一张 EP 叫做《格格不入》，然后这张 EP 的发行时间已经有点久，是2011年。后来呢，就跑去生小孩，真的我有一个 baby， 我现在是个妈妈。然后现在发行的第二张EP 叫做《起飞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就是我第一张 EP 的《格格不入》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需要大家跟我一起拍手，好吗？但是拍手不是一般的拍手哦，是那个高科技。我不知道大家刚听了两首歌，有没有觉得这里的音乐有点怪怪的？不知道刚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很喜欢用很奇怪的拍子写流行歌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首《格格不入》是我的第一个这样子的尝试，这是一个七拍的曲谱。七拍觉得有点难，其实七拍就是4+3而已。哎呦，你不要再讲了吗？在后面 cue 我。Anyways， 等一下我要教大家拍的拍子是七拍的拍子，然后你们学会了之后呢，你们就会是很厉害的观众。OK， 不用偷偷，我们现在传授给大家。七拍呢有很美好的韵律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慢慢慢慢的进入这首歌。格格不入，谢谢。